今日吼，咱来继续昨个课程。咱顶回讲个即个三宝心法，吼，啊，甲昨有做一寡三宝心法即个权益，吼。咱今日来延续个是咱即个三宝心法的一寡即个啊要义，吼，要义，吼。所以咱遮有几个即个诗句，就是即个诗句，吼，啊，要来透过即个诗句，即拢是先来讲个即个诗句，吼。来介绍咱这个与三宝心法有相关的一挂这个啊课程，会当来加深咱啊这样的共修者对三宝心法的这个因缘，会当搁较了解，搁较深入。今日的课程上，特别讲进前，咱来延续咱顶回的课程，大概有在伫咧讲三宝的这个属性。以及求道求法的这个意义甲净土，从咱来介绍三宝心法的时阵，嘛有来讲到啊，咱这个三宝心法，哦，伊是有净土，啊，有这个天命，哦，啊，有这个佛的这个弘弥勒祖师这个弘祖大愿，哦，对这延续落来。那么今天咱要来讲的这个时机，嘛是咱弥勒祖师。以亲身来讲的这个诗句，哈，诗句，哈，叫做诗句，哈。那么第一个诗句是在讲这个啊，这个下定仙官受一指，金山何公李天印，所无弥勒弘祖者，必何圣公度众生？吉祥如意莲花会，啊，这是第一句的这个诗句。第二句的诗句是弥勒照世明定记，吼，用三机和劫众生苦，灵心禁锢百年心，明师降世佛光照，一指仙官度万人。过来，这是咱的这个皈依记，吼，皈依记，皈依记就是咧讲咱这个皈依的这个重要性，吼，皈依记就是讲皈依弥勒佛。龙华三会来相逢，皈依三宝法，觉明自性正无生。皈依贤圣师，一指贤桥金线印。哈，这是第啊，这三句基语。最后一句是这个龙华圣会记，伊讲信用弥勒红，同住龙华会，所无贤圣尊。求法得应心，将该李天来了愿回故乡，了愿故乡返哈。各位道亲，咱顶回有来讲，这个求道上重要是爱得道、修道、修道。那么，第一，这个求道其实重的是重什么？用这个修道，甲这个修道，因为当咱有得道了时，咱必须要修这个道来修。何谓修道？求道、得道，修道。咱来皈依，就是要来皈依这个法。哦，何以皈依？一个道场有一个法，咱正好都依法来修行。所以释迦牟尼当时要涅槃的时阵，这个阿难尊者有来问释迦牟尼，讲世尊涅槃后时将依何法度众生？释迦牟尼曾经啊，甲阿难提醒过一句话，伊讲我将不在世时。将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就要依法修行。依什么法？以释迦牟尼佛所留下的这个佛法修行，叫做依法修行。所以顶回顶课咱有讲过，佛有佛法，这样法就成佛；道有道法，这样法就成仙。同款，咱龙华圣会，即马是弥勒祖师。来将这个天盘，将这个莲花三会，弥勒祖师是上天
伫开天辟地以来，都有来降十佛，要来这个修院。上早期是七佛地势，后壁是三佛修院。何为三佛修院？三佛修院就是三佛归一体的意思。何为三佛归一体？染定佛生行时阵，伊已经应允，阿妈来成佛啦，所以要归位。弘扬期的时阵，释迦牟尼佛伊嘛来应允，所以最后伊嘛爱归位。即摆换咱弥勒祖师白扬期另外三位应允，所以弥勒祖师即期伊嘛是爱来归位，嘛爱来归位。所以三佛归位、三佛归位、三佛归一体，这就是叫做三佛修院。那么即摆是弥勒祖师应允修院的时代，所以弥勒祖师应时应允。应时应允就是讲这个净土。就是弥勒祖师来伫咧显现时阵，过去释迦牟尼佛弘扬其身应允的时阵，释迦佛所传的是叫做佛法，叫做佛法。太上老君所传的时阵是叫做道法、善法。那么善法甲道法，拢是这个后天法，拢是伫咧炼丹啊，这个升起升仙。那么弥勒祖师什么所讲的是先天法？先天法是直至玄关八卦，因众生直接入这个三花柱顶，所以过去拢爱对后天法修改进行这个先天法，对后天法开始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气，对后天法、对炼丹开始修，修改会当啊证无生法忍，或者是明心见性，这拢爱苦修，这拢爱苦修。所以过去释迦牟尼时代时阵，伊伫咧教伊学生修行的时，几乎是拢是用这个禅来这个精修精进，顺水的顺人日夜伫咧精伫这个精进精禅来伫咧修持。那么即马多讲火体就无同款，多讲火体就是人在家修，上天直接降先天法。直接打开众生玄关灵窍，打开你的玄关八卦炉，让咱的两眼内修回光返照，炉顶点火，直接在咱的玄关窍内底直接炼丹，会当炼丹成丹，让咱直接进入灵体归一，让咱会当成德，灵得道成德。但是灵得道了后时阵，咱必须要修这个道，爱修这个道。所以咱求道是求法，求法就是为着要得这个道。但是最后呢，爱修这个道，何谓修这个道？修道者是爱修，修这个道的这个方法来修行，修这个道的这个正知正见来修行，修这个道的这个净土法门，还是修这个道啊的这个宗旨来修行。所以修道是真重要，修道道就是一路的意思，要修这个净土，修这个法来精进修行。所以各位道亲，修道的意思嘛，会当解讲过就是修道。咱先得得这个道了，要后修，后修就是要修道，要把咱这个自性修回光明。因咱人拢是还有这个。五族世界影响的一撮七情六欲，而这个业识还佫存在伫咱的地别意识内底。虽然上天伫目结期降妙法，灭了作数的妙法殊胜，我都使众生的这个玄关灵窍直接甲咱开咱的八卦路，予咱回光返照来修行。但是咱的八识、咱的地别意识、咱的八识音还佫无断，所以咱要透过修道、修道。继续来练性，继续来练性。所以这个性要怎么练，就是要透过修道过程当中，透过咱这个三宝妙法的这个修法，来修咱这个心念，会当予伊净化。因咱的心念就是一个众生，每一个念都是一个众生，念念皆是烦恼、执着、贪嗔痴，这拢是众生。透过咱意所行观。眼睛前闭，舌头顶上，手帕手印，会先打坐静禅，会当来回光返照，专注来念这句弥勒佛，
让咱这个显观处会当在这句佛号中间专注咱的念，一心专注在这个念头内底，使咱的念一心专注，未再生起这个妄念，让咱的心念念皆在这个弥勒圣号内底，不生妄念，不生他念，这就是叫做专注。当咱的专注有法度现前入三昧之时，咱这个意念就清净，就净化。咱的意念若净化，咱这个自性众生就度尽了。所以咱求道人爱度咱的自性众生，所以自性众生誓愿度，就是讲咱修行的人爱先度咱的自性众生。但是真侪人对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这句话真无了解。自性有啥物众生？自性众生的意思就是咧讲咱的念所生出来的一挂贪嗔痴欲望、七情六欲、财色酒气的种种的这个邪念，这拢是会使咱的这个念头所生出来的行为来造业，顺罪来造恶，顺罪来产生着一挂无明的这个业害。咱透过咱的三宝心法来修筑咱这个行观，和咱的意念专注，灵光会当专注，来专注指这个恶念，指念就是指咱这个恶念，和咱的妄念不生，欲望不生，欲望不生，妄念不生，自然自性清净，自性清净，念念清净，那么这就是度完咱自性众生一切全部该修于度完，该修于度完时，达到咱的心。咱这个自性的时候，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咱这个自性已经达到清净专一，最后会当来入这个空性。所以这啊，这第一句四句，伊就讲这个啊，这个下定显观受一智，下定显观受一智，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时阵，伊有这个莲花，莲花点性。就是讲，伊要甲这个禅宗要传给后一代的时阵，释迦燃花，迦叶微笑，这个禅宗普传。但是释迦牟尼当初要甲这个道传给迦叶时阵，迦叶微笑的时阵，释迦牟尼佛有甲迦叶叫来伊这个菩提边坐，轻轻甲伊交代一句话，伊讲释迦牟尼甲迦叶讲一句讲，我有正法隐藏，不留文字，教外别传。伊讲我有正眼，有这个正法隐藏，不留文字，教外别传。这句话意思就是甲遮些讲，正法隐藏就是讲灵性在显观，不在文字，不在经典，不在经典文字，教外别传。离开显观自性，所有的一切法皆是外道，非是自性，皆是外教外别团，就是一切离开显观自性，皆是外道，非正法。所以呢，这个显观之处，就是咱的灵性居住的所在，咱的命源，先天命源所居住的所在。那么显观在倒位？显观就是在咱这个下头。两眼明明在这中间，即又称为方寸地，方寸地哈。那么这位如何来开启？爱有天命的名师，受这个有带天命的名师，来以弥勒祖师的这个三宝妙法来传授，来点开众生的显观灵窍，代天授机，点开众生的灵窍。所以下定显观受一智，就是求明师来把咱这个显观来点开，和咱把咱这八卦路打开，和咱这八卦路有开，咱伫咧修禅，眼睛闭起来，伫咧这个修禅打坐时阵，意所显观，咱这个目睭就是叫做日月心会，这个日月灯、日月会，类这个回光返照，会当来把咱这个八卦。元灵会当给伊照光，
啊，伊即个炉鼎炼丹，最后会当来将炼结丹成道。所以明师指挥即个玄关，明师爱有天命，才有法拍开即个玄关，才有法拍开即个玄关。因为呢，明师若无天命，伊无法度有即个上天旨意的即个妙法来为众生受记。所以即句话来讲，下定玄关受一指，金线何光照李天印。这个金线，何谓金线？啊，比即马是弥勒祖师应允，弥勒祖师在这个龙华盛会、龙华三会中间应允，伊都是有条金线，在这个涵干三宝三座要来度众生。这条金线就是弥勒净土。当咱明师甲咱拍开玄关的时阵，咱这个八卦炉开开，咱这个金线就跟弥勒祖师这条金线相连啊，都相连。跟弥勒净土龙华盛会天会院都相连，都相连起来。所以这条金线，伊正讲何光，这个金线何光李天印。当明师甲咱拍开这个玄关灵桥八卦炉时阵，咱这个灵光就现出来。这个灵光，这个灵光的这个何光，自然会跟咱无极李天、弥勒净土天会院的这个净土金线就相应，相应就是相接应的意思，就是相连啊。所以这一句后边一句就讲：所无所依弥勒皇者，必何性功度众生？今仔日咱伫咧这个目结期龙华三会，有这个机缘，有这个福报，来悟到这个弥勒祖师应允的龙华三会，又来奉到这个明师来领无极老庙应弥勒祖师三宝妙法在人间来传授三宝妙法，救度一切有缘众生。每一个圣人明师皆是弥勒祖师的化身，所以呢，所无弥勒弘祖者，必何性功度众生？简单讲就是讲，你来悟到弥勒祖师的化身圣人人间的明师，该我都得到明师所指点的玄关灵窍，自然会得到弥勒祖师的这个佛光来度化。而咱的三宝第一宝就是南无弥勒佛，就是弥勒祖师的这个神咒，他的神咒就是伊的密咒。咱若持弥勒祖师圣号，如同咱这个心就启动，启动，启动的时阵，当然咱的玄关八卦炉有开，灵光有开，咱这条灵光就会来得到咱弥勒祖师的这个方主台湾三宝妙法的这个指引，来得到解脱，来得到解脱。所以讲吉祥如意正良化，这个吉祥如意就是一切和咱的灵性会当自在、自然、自在来正良化。正良化就是得到的意思。咱若会当拄到一个明师、弥勒祖师化身人间的圣人明师，来甲咱开这个玄关灵窍、灵窍八卦炉，和咱会当来得到，自然咱就会当来入这个龙华盛会，同住天伴。所以各位道亲，修道是爱来修咱这个自性灵光，所以毋是伫咧生活求佛。释迦牟尼讲道在人心，生活无道可求。释迦牟尼在发传予迦叶时阵嘛讲：我有正法眼藏，不留文义教我别团。这嘛个加入国，在这个迦叶尊者讲这个，该传法时，该引起个清楚。迦叶尊者，你虽然禅定功夫已经有够，但是你爱记，道在玄关处，离玄关处无道可求。所以释迦牟尼这样讲。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如心头。人人有一个灵山塔，放下灵山塔而修。这个灵山就是讲玄关的意思。伊讲佛在灵山，就是讲众生的佛性在玄关。伊讲佛在灵山莫远求，
这句的意思是说，众生的灵性在现观，不能去心外求佛，灵山自在如心跳。这个心跳就是说，这个现观自在我们的众生的这个现观心跳，就是我们的这个泥鳌宫，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松柏体，就是我们这个泥丸宫。泥丸宫就是我们这个现观的所在，在我们的心跳，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现观的所在。所以说灵山自在如心跳，人人有一个灵山塔，放下灵山塔而修。灵山命门每一个人拢总有，唔是干那佛才有。所以以苦恨众生，要找回自己的灵性，爱内观自性，求明师点开玄关灵窍，最后会当修窍修行，意所玄关，会当予咱的一个心会内照，予咱会当底下。日日伫咧安那锐炼神功，所以呢，达摩才会讲，救法炼神功就是安尼，爱救法炼神功。何为炼神功？就是咱来求道了时阵，咱爱意所神观，和咱的日月灯伫咧观照日月灯的时阵，和咱这个灵光伫咧现观处不断的修炼，不断的修炼。来度尽咱这个念念众生，念念众生该净化了，不断的修炼咱这个灵光，这就是叫做炼心功。所以达摩才讲就发炼心功啊。各位道亲，古早人讲一句话，予咱做参考哦。伊讲三年功，十年才在关家，修行三年。修行三年试功夫，十年才在官阶阶。一个求道的人，这三年内底，才有法度去了解你有法度来深入这个道。十年了后，才有法度来了解你修了有好甲无好。这是过去弘扬期的修法，真毋是，真上天直接降先天法，直至玄关，和你上关的这个法。和你上先天的法，但是必须要靠众生。后边这句话爱修道，修道，成德后修，成德后修。所以呢，咱求道了时，一定爱谨记一句话。弥勒祖师的这个方子，台湾妙法虽然殊胜，但是不离因果。咱必须要来透过修道，修道。来慢慢净化咱这个自性众生，修福田，修庙会，会当来这个道场来利益众生，度人就是修福田，布施、辅导、共道、共事，这拢是咧修福田。护持道场嘛咧修福田，度众生嘛咧修福田，爱修福用慧，叫做福慧双修。所以这个道需要福来用，就亲像一张树啊。要开花结果，必须要有水来用，同款意思。这个水就是福田，就是福田。那么，咱这个道嘛是需要福田来用，就亲像这个道，就亲像一个种子，伊必须要经过灌溉，伊才有法度开花结果。那么，这个灌溉过程，就是需要修炼。参像一张树啊，伊经过一粒豆啊，来开出这个叶，最后慢慢发出这个树叶，树叶大长了的时阵，再来开花，最后才结果。咱求这个道了的时阵，就参像弥勒祖师所化的圣人名师，把这个种子已经把咱种下来了。过来要让咱这个种子如何来长大，这就必须要咱每一天来给它照顾，来给它供养。来给这个给施肥压水，同款意思。要安怎来中央这个经济，那么在禅功法内底，就是爱精进，精进这个禅功，来精进这个禅功，一夜来精进这个禅功，意所玄关，会当来持这个弥勒圣号心咒，和咱这个心念意念会当专注，不再起这个妄念，和咱念念清净。念念清净，咱的自性众生自然就度尽。所以得道一定要修道，
修道，安尼才有意义，安尼才有法度甲这个经济改灌溉，互伊中代成就，甚至开花结果。求道了时阵，咱也无透过修炼，度众生修福，那么咱这灵功都无法度圆满，无法度圆满。所以弥勒祖师弘祖台湾的法，嘛需要众生爱了解得道了时阵，咱一定要修道奉行，来认真，来净化，顺水的时阵来修福修慧。而一句就是咱这个弥勒祖师教舍明定记，何以教舍明定？弥勒祖师是这个末劫第十佛，伊是三族众生的这个明主，嘛是三族众生的共主，嘛是三族众生最后的一个希望灯塔。弥勒祖师是末法最后一尊佛，所以伊是所有众生的希望甲灯塔。只有弥勒祖师的弘祖台湾甲妙法，才有法度使三族众生会当来得到解脱。所以呢，这首偈才讲三级末劫众生苦，灵性禁锢百年身，明师降世佛光照，一指玄关度万人。弥勒祖师在三级末劫这个莲华三昧应允，三级末劫为何众生苦？各位道亲，你要看尽三灾八难，在咱娑婆世界所造成的一挂灾难，因讲是一年比一年较严重。三灾所讲的是水火风灾，不然伫讲的就是这个干旱、瘟疫、饥荒、粮荒，过来多兵劫、精怪、厉鬼，过来蝗灾。这个不然伫咱这个地球娑婆世界不断伫遮演化演化，嘛造成真侪咱娑婆世界众生伫这个娑婆世界。因讲堪忍不堪，尤其是这次的这个瘟灾，产生咱地球世界全部的人类几乎90%的国家，全部在这届瘟灾里面过着恐慌痛苦的日子。真多人民百姓因为这个瘟灾产生了死亡，还是来受到这个瘟灾之病苦。就算无受到瘟灾病苦的人，嘛受到这个瘟灾影响，来影响到伊日常生活，来产生内心的压力，种种拢是产生众生的痛苦甲苦楚。所以才讲三级祸劫众生苦。这个三级祸劫，这个祸代表这个三灾八难的意思。祸劫已降临，众生必须要去面对这场苦劫。所以灵性禁锢百年身，咱的灵性禁锢百年身，就是讲，咱这个灵性如果若无求道，无求道，咱这个灵性犹原是叫这个咱这个肉体甲咱束缚掉嘞。这个禁锢意思就是业障的意思，和咱这个肉身的业障甲咱束缚掉嘞，无法度脱离着这个灵，咱这个灵体来无法度脱离咱这个肉体。会当来献出咱这个自性灵光来修行，所以讲明师降世佛光照，弥勒祖师化现千百万亿明师降世人间，要来救度三族众生，来离开这个三级末劫三灾八难之苦。所以呢，一指玄关度万人。弥勒祖师的三宝心法，第一宝就是开众生的这个玄关灵窍。打开众生玄关八卦路，让咱会当自性自然，让咱的灵性会当离开咱这个业，咱这个百年身的这个业力，会当得到修道。所以一指玄关度万人，度万人就是讲会当透过弥勒祖师的这个妙法，使万法众生全部得到的意思，就叫做度万人。度万人就是末劫所有的众生。会当来得到弥勒祖师妙法，全部得到。所以道经内底有讲一句话：无为道法遍布三千，五乃大罗一金身。
同盟闭诀度众生，信我者得道永生。妙法再殊胜，必须要众生爱有真心，爱有信念、信仰、真心，爱有一个正信，这个法才会启动。如果众生对妙法心有疑，那么这个法就无得启动，就无得启动。所以古早人讲：有诚则灵，诚心自然得法。弥勒祖师要来普度众生，在目劫应允，咱目劫众生过去搞不好在其他的宗门宗教曾经来受教洗礼，或者也是皈依受证，拢不要紧。弥勒祖师讲：莲华三会平修万教，全部爱入天会院。这莲华圣会佛教讲的这多帅天内院，全部爱入内院来修行，这是天命。这是佛应允的，这个应时应允的天命。三族众生千如万族，拢无来改变这个事实，拢无来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弥勒祖师应允是一个属真立真的天命真的一个事实。所以咱的内心千万唔通来改怀疑，咱才有法度非常的殊胜的得到这个妙法的这个度化。所以后边这。另外一个皈依记，皈依记就是皈依记。伊讲皈依弥勒佛，莲华三会来相逢。这个皈依弥勒佛，就是因为咱即马是莲华三会是弥勒祖师啊，这个讲天盘莲华三会讲这个道盘，来要来普度三族，救度三族一切有缘众生。那么莲华三会。嘛，会当讲有天莲华三会日月星，地莲华三会水火风，人莲华三会精气神，道莲华三会，就是这个你所指的是三佛修院。那么三佛修院所指的嘛，应该是叫做三光会照日月灯。咱人有这个日月。灯嘛，爱有日月星灯，所以天有莲华三会日月星。何为日月星？咱人的玄，咱人的玄关就是星，人的两眼就是日月。所以天有日月，天有莲华三会日月星，所指的就是三宝，所指的三宝。天三宝日月星，在咱的玄关之处，玄关八卦路就是星，咱的目睭就是日月星会。所以天有三宝日月星，所指就是玄关处；地有三宝水火风，所指就是人的精气神。精气神、水火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欢喜，虚空同体，以道合真，这就是叫做三宝。这叫做三宝，精气神就是三宝，日月星就是三宝。那么过去在修行。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欢喜，这是叫做对后天到达修修到对变先天。那么进上天直接降先天法，直接给你打开玄关八卦路，直接给你开先天法。所以天有莲华三会日月星，直接给你打开先天法。因为咱这个玄关就是星，目睭两眼就是日月。直接把你打开日月星，先天莲华三会。各位道亲，你甲看，在青阳昂扬太上老君释迦牟尼时代，太上老君是伊来教这个九转还丹，来练这个仙丹成道，调五气调元三化注定，正一气如来圣应现前，这对后天修甲先天，所以这若简单讲是是对后天法修甲进入先天法。释迦牟尼佛，伊来教这个啊，这个禅宗止观禅学，这个十这个阿含经，嘛是来教人如何静坐，来修筑这个啊玄关处，对这个开始来练这个九来炼丹，所以对这个禅宗来讲的时阵，简单讲，伊嘛是去对这个调气、呼吸来入这个入这个丹田气海，慢慢将来转这个气轮。心轮，过来转这个定轮，三轮汇集到这个玄关之处的时候，再来证这个黄庭，入这个九莲，证九品莲台。
这嘛是对后天法修到先天法，对后天法修到先天法，这拢有一个过程。伫禅刚道来讲，讲百日夺基，十月怀胎，三年年报，啊，可以过一个修行的过程来练气练丹。但是真无共，老母娘讲，我急急三灾八难一降落来，如果若要照青阳昂阳的这个炼丹法的修行，一亿人修行无法度有一个人成就，因为这种修法必须要用真济时间，爱在这个素食的时间去修。素食就是猪五猫有时叫做素食，每一天要用八小时的时间去修行，这样我就成就。一个时辰两小时，猪五猫又拄啊八小时，各位道亲。如果这若不是一个专心的修行者，还是出家者，你根本无时间，伫咧四个时辰、八小时的时间去修炼，去修炼。猪五猫友，住者暗时啊十一点到一点，午者是中昼十一点到一点，过来肉者透早五点到七点，幼者这个啊尾暗的时阵，这个五点到七点。各位，这个时间暗时可能你要休困的时间，那二时透早还有可能，那中昼五时根本大家都是伫咧咱这职场上伫咧拍拼的时间。我来众生，甲过去的这个工业、这个农业社会时代，毕竟也是无同。大家每一个人是奔波劳力。如果我来众生，那是要以素食来修行，根本无法度修。但是过去弘扬释迦牟尼佛、太上老君，你看因的出家人拢是伫咧素食的这个中间伫咧修行，就伫这素食的时间伫咧打坐静心来修炼这灵性。如果咱众生、咱无的众生，那是要照这个素食来修，进步阶级的众生，几乎每一个人在时间上都未拄好，都无法度。当然，今嘛还佫有真济出家人。或者是专心的这个行道人，若要在素食心间来修行，一半多数的人，一半少数的人，还有法度。但是天时紧急，物极易临。如果那是一个道现出来，在少数的众生这样的修行过程当中，那么物极众生，伊即马全世界有76亿的人口，差不多要有75亿的人口。全部要打入阴山地府，这是一场大灾劫，一场大灾劫。上天看到这个灾劫来临，老母慈悲，正来奉请弥勒佛升天应允来降道授予弥勒祖师。在伊未升道进前，伊就看到末后的众生将面对三灾八难的苦难，所以伊有当初下一个愿，伊将使众生会当以弥勒祖师妙法成德后修，弥勒祖师的妙法将使咱未来娑婆世界成为伊的净土莲花棒，要让地球成为一个净土。所以弥勒祖师的愿力妙法，正法的使目结众生会当来求道得道，会当来成德后修。这类殊胜的因缘，都参像诸佛千祖来赞叹弥勒佛一句话，伊讲弥勒祖师的莲华三昧是千载难逢。何为千载难逢？就是爱着时，着爱应时应运，就是爱着时阵、着所在，嘛爱着时间。所以呢，要拄到这个莲华三昧，确实无简单。爱生了着时阵，爱生了着所在。爱生了着时间，何以生了着时阵？过去你若伫弘扬期、青阳期迄个时阵，你可能爱出家，你才好着修行。但是哪有可能全部的人拢出家？嘛爱生了着所在，就算你即马出世伫白羊期，你嘛生了着所在。如果你即马生伫一个大陆其他的国土无着修行的国家，你嘛无着修行。所以嘛，爱生了着时阵，嘛生了着所在，过来嘛，爱生了着时间。
今仔日，弥勒祖师来应允，就是伊这个庙会破团的时阵，确实是应时应允，应允讲是千载难逢，祝福赞叹，千门万教全部爱归龙华圣会，万佛雕钟，万座归宗。所以弥勒祖师这样讲一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就是万教归宗，万教归龙华圣会。这个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自性的意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所有这个天地万物皆在自性中，自性就是一切宇宙的这个法体，自性就是一切法界的这个体。所以释迦牟尼这样讲，伊的自性遍虚空尽法界，天地万物皆在伊的法身之内。所以释迦牟尼讲，天上天下我尽见，这就是这句的意思，就是唯我独尊。这个我不是咱的肉体的我，这个我所讲的我，就是自性法体的意思。唯自性法体是真，唯自性法体是一个虚空法体的世界，万物皆包装在这个虚空法体自性内底。所以讲，弥勒唯识中内底嘛，讲一句话，伊讲三界皆是什么所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谓净土世界、六道世界、十法界，拢是唯心所变，唯识所现。这就是咧讲，这个唯识所变所现，就是咧讲自性所变现出来的一挂这个法界、十法界的这个世界。所以各位，都唯我独尊，就是咧讲自性的法界。所以修行离心无道，所以咱唔通心外求佛，爱求名师才是正确。爱求是大明师、大弥勒祖师报身显下的这个人间圣人来求这个道，来点开咱这个灵窍，和咱这个灵性会当成佛修修。唔通过来对落，所以才讲龙华三会最难哦。这个三会所指的就是天佑龙华三会日月星，地佑龙华三会水火风，人佑龙华三会精气神。那么过去这个精气神、水火风拢讲的就是后天法。那么这个面的祖师所讲的这个龙华三会是日月星，就是先天法。咱的心观是星，目睭是日月，这就是先天法。所以各位道亲，龙华三会解说都是先弥勒祖师所传授的这个先天法，让咱会当来求名师得道修道，修道让咱最后会当了结回向，让咱灵性归位。何谓灵性归位？现在四鬼下凡要来辅导助道，你若是菩萨来人间助道，你来得到了是你要归菩萨位，你若是罗汉来助道，你要归罗汉位，你若是大罗金身来下凡助道，你要归大罗金身位。千佛万祖全部要重新来得到归位，你要重新显道归位，你才有法助道。所有千佛万祖来化身在人间，这个过程当中落到人心肉体，有一段期间会来所以他的灵性忘却到他的这个权力，必须要靠名师点开他的灵性，唤醒他的灵性，让他的灵性归位，他才会知道说他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这有很多有带天命的师者，如果没有求名师把我们灵性点开，让你的灵性显露出来，修修到最后归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灵性是在做什么。尤其是我们这种灵盘的道程，这种情形更加明显。你若其他的儒教、佛教，虽然有真侪人修到灵性归位，但是嘛较无落去感受到灵性归位的这个使命是啥物的人嘛真侪。但是咱这灵盘的这个道场，真侪灵性归位了，你看有的爱扳刀，有的爱救世，有的爱助道，灵的部分来显露这个自性灵甲咱先天灵合一、心灵合一的过程当中。在这里普化救度众生，这就是灵
你若是大罗金仙，灵嘛爱归位，三灵归位，最后你才有做显灵来得度众生。你若是弥勒祖师来反下，你嘛是爱修到灵体归位，你才有法度来普度众生。你若是菩萨来显化，嘛是爱修到灵体归位，是身是道是性是行，全部爱归位。所以四归下，四归下愿，五盘最多。这个五盘所指的是天道、人道、地狱道、山精水怪，五盘全部爱修伊。咱的使命就是要来度五盘，五盘度气天，进行无极；度人道，会当离开六道苦海；度地狱道，离开地狱苦海；度山精水怪，未后未来产生这个幽魂、孤魂、野鬼，让因会当成道得道。五盘制度，这若无天命，是无可能做得到。山精水怪要修到变人形，鬼神得道；鬼王鬼卒全部要修到变人形，修行得道。所有无形无体，拢要修到莲花化身，再做身体，才有法度回归无极里天。人得道，要修回圆光道体；女众要修到八会童子，成莲花。南众爱修到三会金刚同住成莲花，这才有法度成就道法。当咱玄关打开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得到这灵光道体。所以道经才有讲一句话：念经化气，念气化神，念神欢喜，虚空同体，三法自定，一气如来，性应现前。这个性应就是参照咱弥勒祖师在讲，当你玄关八卦门打开的时阵，女性已经得到八会金刚体，男众已经得到三会金刚体，就是在讲这个。简单讲，就是性应现前，性应就是自性。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伊得到了时，伊就是有一尊啊，这个原灵，一手举天，一手举地，这就是叫做如来性应。一手举天，一手举地，什么意思？各位敢清楚？甲咱讲修行人，就是阴阳，天代表阳，地代表阴，爱顶天立地。修道人爱有在阴阳中修行，天地人就代表人，天地人三才合一。过来嘛，甲咱开始修行人爱顶天立地。何谓顶天立地？即句顶天立地咧解释意思就是，咱做人爱光明正大。叫做顶天立地，光明。什么叫光明？咱的自性光明，咱这个自性光本来慈悲，本来慈悲，本来无争，本来无义。所以修行要修到无欲无情，无心无我。无欲就是要修到灵光自在，无欲未使有这个欲望，未使有七情六欲、财色酒气贪嗔痴。无欲无情，无情的无情的意思就是烦恼。咱爸母修行完啊，所以有真侪人去山顶修行，修到爸母修行完的时阵，伊爸母去见的时阵，伊嘛甲伊讲：“施主，你到啊！”请伊爸母嘛，请施主。有结婚过的人，修到得道了时阵，车主来回伊，伊嘛甲伊请施主。这就是叫做无情。无情的意思就是要断，要了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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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缘。爸母恩爱行，人道爱真。父母分应，人道真。过来，兄弟姊妹夫妻之恩爱行，这就是叫了恩。了恩行完，才有法度断这个情，这就是叫做无情。过来无心，心爱清净，心清净，咱才有法度来显化这个灵光。心清净，咱才有法度现这个妙有妙法。如果这个心你若无清净，在这个阴阳中显化，你有缘是跌落的这个因果轮回。无我，无我就是讲，这个无我意思就是讲，未使执着这个啊，咱这个啊，执着咱这个相，无我相、众生相、受相，未使执着这个相。无我，我这个我就是自性，啊，修到这个自性显露，
进入这个无我世界。所以过道亲，修道爱修到无欲、无情、无心、无我，安尼才有法度得到真真正正的这个灵光道体，和咱的灵光道体会当来解脱得到。所以法要求爱求真法、先天法。上天即马降道在人间，要暗调良缘，就是这个道先天法。只要你求到这个道，你只要修道来修，一个修一个得，这条金线未断。只要你认真修，一个修一个得，十个修十个得，一个修一个成。只要你认真修，丢到你求到道，你得到道，一个修一个成。上天要度一个算一个，度十个算十个，有缘众生要尽度。这条金线你都未断，所以暗道良缘的意思就是，你来求道了时阵，只要你认真修，这条金线无断，一个修一个成，十个修十个成。只要你有用心修，个个拢要让你成就，后尾你有修有成，即世修即世成。所以目及众生，即世修即世求道，即世成道，即世修即世成，唔免搁来转生。过去青阳昂扬的心，拢还阁透过转生，才会到晋升。即卖唔免，即卖唔免。所以释迦牟尼讲道的时阵，才会讲到真济佛菩萨，拢经过几千阿僧劫，才过来成就这道的。这就是叫转生再转生，转生再转生。即卖唔免，即世修即世得。弥勒祖师的妙法，可贵所在就是初生得道，初生得，初生求道，初生得道。即世修，即世得，这个妙法确实是千载难逢。各位道亲听到这，你有注意到弥勒祖师的妙法确实是千载难逢，难怪诸佛赞叹呀，千佛万祖赞叹，弥勒祖师的弘祖大愿，老母娘赞叹，老母娘嘛赞叹弥勒祖师的弘祖大愿。可称是末劫众生的救世主明灯，是众生的未来的这个救世主，嘛应讲是众生的灯塔，人生的方向的灯塔。所以咱今天会当闻法来悟道，弥勒祖师弘祖大愿，显下人间化千百亿身的这个圣人，在人间传道度众生，这是咱的福气。所以讲，皈依三宝，觉明自性，证无生。咱来求伊皈依弥勒祖师的时阵，咱已经会当得到弥勒祖师为咱拍开玄关八卦门，和咱三千慧智自性显露。咱必须要来求这三宝了的时候，咱来觉明自性。觉明自性就是爱明心见性的意思。心性觉，觉就是开悟，觉就是开悟，何为开悟？明白一切事理就是开悟，不明白则未。明白一切事理，或者明白一切宇宙真相，都叫做开悟。明白一切事理，明白一切宇宙的现象，拢是叫做开悟。当咱开悟一切宇宙万物的真理的时阵，咱就会了解一切万物因缘皆是缘起性空，所以咱就会当来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当你了解所有万物皆是缘起性空，生生灭灭，拢是无常不可得。所以，当你了解万物皆不可得，一瞬唯有自性清净自在，万物皆不可得。所以，天地万物。该使我所用，但非我所有。天地万物该能何你使用，但是绝对非你所有。你即卖厝讲你的，百岁年老了时换恁囝的。你即卖千金万银寄伫银行讲你的，但你百岁年老时换别人替你开。所以千般该带不去，唯有业随心。所以，这就是一切万物皆是缘起性空，拢是不可得。就是咧讲这个，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了时，我们就有法度了解一切万物的因缘，正入无生法忍，令明心见性，开悟正果。这就是求皈依妙三宝，觉明自性正无生。这个觉明就是明白一切万物的这个生灭，明白一切宇宙万物因缘皆是无常，皆是缘起性空。当咱清楚的时候，自性自然会当明白一切真理，能开悟正果，明心见性。第三，皈依现性，现性尊一指现观金线印。这个现性，现性中的所指是师尊，是圣人公，没有祖师报身在人间，来接受奉天圣恩，成弥勒祖师三宝妙法，在圣人公传意弥勒祖师净土这条金线。所以若来当来皈依受现性上人，来给咱点化，来给咱点开咱的现观，和咱的灵光八卦路开的时阵，和咱的灵光八卦路会当甲弥勒祖师的这个净土金线相接，这就是叫做皈依现性尊，一指现观金线印。这个金线所指的就是弥勒净土的法脉，叫做金线。弥勒祖师的净土法脉叫做金线，各位清楚。但是今仔日是因为现性有来承接无尽老庙天命，于是弥勒祖师百千万亿化身的灵性来显报身在人间，以弥勒师祖师三灵同体，才有法度来天恩受记，为众生打开日月星，现观八卦路，让咱会当得道修道。所以这就是皈依现性师，一指现观金线印。这句解说安尼，大家都应该较清楚。所以皈依不是一个仪式而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宝。皈依皈依佛，就是会当以佛的佛法来修行，让咱明心见性。皈依法，就是讲爱让咱的以佛祖的法来修行。皈依僧，就是爱寻求名师来指引咱修行的路。所以皈依僧同理大众，就是爱简单讲，就是讲咱爱找一个老师来引导咱修行。那么咱这个三宝的意思，皈依弥勒净土就是皈依佛，莲华三昧皈依佛，皈依妙三宝就是皈依法，皈依贤圣师就是皈依僧，这就是佛法僧，同款的意思。皈依弥勒佛就是皈依佛，皈依妙三宝就是皈依法，皈依贤圣真就是皈依僧，佛法僧。所以圣人经的三宝，虽然伊的诠释无同款，但是意义是相同，意义是相同。所以各位安尼了解，所以讲咱三宝真真实实，真真实实。在《莲华经》，伊讲信用弥勒佛，同住莲华会。咱若有法度信用弥勒佛祖的这个妙法，同住莲华会，咱就要得到弥勒祖师为咱受记，开八卦路，予咱得到最后会当啊入这个无极利天莲华盛会。何谓无极利天莲华盛会？无极无极老庙是一个无形无相、无形无相、无量光、无量无量寿的世界。咱要同住莲华会，意思就是予咱的灵光回归无极利天、无量寿、无量光的世界，叫做什么？叫做灵光合体，回归这个灵光法界，予咱的灵性会当回归到无形的灵光法体世界，叫做同住莲花会。同住莲花会，拢要回归到无量的这灵光法体，就参像释迦佛所讲的，
所有的佛教众生最后灵性都要回归到伊弥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法身世界里面，这个意思是同款，同款的。所无现性尊，求法得应性。今日咱在凡夫众生的这个凡体内，咱无求到了，咱拢是凡夫，咱拢还有生死，还有轮回，还有业障，这个生死轮回。咱今仔日若有法度来悟到一个名师，来求法得道，咱正法度断断这个六道轮回，得无生，就是断道断断这个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世界，和咱灵性会当永恒永驻这个无极离天，不再轮回这个六道轮回。所以就是讲求法得应性。那么这个法就要立经、道经、天命经，名师必须要奉天承运来传三宝心法，应时应运，才有法度代天受记。所以讲，所无现性师，求法得应性。咱修行者爱求名师，毋是心外求佛，拜神找相法。各位道亲，真济人拢是行庙拜神，伫咧寻伫找找即个修行的方法，其实这是非常的错误。足侪拢是因为即个神通杂念所产生出来一挂意识妄念。即个法因讲是真是假，该是众生妄念所生，非是真法。真法，上天拢甲恁讲，多在圣人传，非多传人。上天所降落的法，拢是透过名师圣人来传法，绝对毋是照灵照神照这个神鬼来传法，绝对毋是，拢是照圣人来传法。哦，咱来讲一个以儒教来讲，过去张天仁、罗中一。巡寺庙时阵，伊嘛是拢是圣人来传法，但是这个中间嘛有真济无极立天的神佛来胡乱、来开乱、来降门、来教育众生。为什么神佛咱唔透过胡乱来传道呢？为什么犹原爱透过张天仁点传师来为众生点道呢？这就是叫做多在圣人传，非多传人。虽然有灵来呼唤，有灵来咧教育众生，有灵来伫咧做道，但是都在圣人传，毋是灵有法度来传道。这点咱要清楚。这所有的千佛万祖来到这个世间，辅导做道，嘛是要遵守这个方法，因为灵无法度来为众生点灵点巧。只有人师肉体才有阴阳日月之光，只有名师肉体才有顺阳之体。我就为众生照天地，天地人之气。名师头拄天，脚踏地，本身为人三才集一身，天地人合一，这样我就为众生开这个日月会心经，这样我就为众生开龙华三昧，开这个八卦罗日月定。神佛无法度，神佛若无照人体，伊嘛无法度传道；神佛若无照三才来回乱，伊嘛未讲话。所以神佛要来这世间忽然度众，嘛是爱照圣人体、三才体，伊才有法度来忽然度众。所以圣人体是一个非常可贵难得的，所以人讲名师难无，所以无名师。是要真讲，那拄到一个现法名师，咱爱好好珍惜，千万唔通错过去，更加爱尊师重道，礼敬前贤导师。所以道在人心，道在人心，何为道？师道，师道，有师才有道，无师道无道。有老师，有圣人才有道，所以叫做师道，唔是导师。人爱修到无欲无我、无情无心，
心拢空了就贫，所以古早人修行人，道者讲贫道，佛者讲贫真，儒将修行者讲贫尼，贫道贫精贫尼，就是咧讲伊意思来暗示众生，我已经修到无欲、无情、无我、无心，我的内心已经一切拢是空，所以以贫来启示。修道人爱无欲、无情、无我、无心，空，这就是真空妙有，所以这就是叫做贫，所以称为贫道、贫精、贫离。各位道亲，道法必须要有名师来传，无名师就无道。所以自古以来，道在圣人传，非道传人，这点咱一定要注意，千万唔当用灵山旧桥。在那驚廟會靈，以為這是道。師父在這裡跟各位說，非常非常的錯誤，非常的錯誤。目劫已經到了，這次的運災我們要有體會，生命隨時在一線間，如果若無劫，靈性在一線間，就來這個人體毀滅，甚至於會來消失在這個人間。如果我們今天若無求道得道，人生何去何从？咱爱有思考，爱有思考，袂使无思考。唔通以为我少年，唔通以为我的时间够久，以为我会当倒倒下来。无常什么时阵要来？这场灾劫来，你甲看，少年的老的拢总有，拢有受灾受劫真多。所以这个时间，你若唔知通去修行，当咱无劫落难的时阵。灵魂将何去何从？后壁即句话就甲恁讲：将该去天来，将该离天来，了缘故相反。咱拢是无极离天来这人间的，咱都爱来收回无极离天。了缘了什么缘？了恩了缘，这样我就了结回向。了一切恩，立缘都爱了缘。咱当初要第二天要来世间的时阵，咱甲老母下愿要来世间度众生。这娑婆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仙界的仙佛，这灵主贪玩贪佚佗，要来这世间游玩，再来坠落去，这叫做凡夫。但是有真侪灵主是甲母娘下愿，要来世间度伫过去第二天落来这迷失的灵主。这叫做圣人，所以凡夫与圣人差别在这。那么过去贪算的这灵主来世间，这灵主现在都是凡夫，灵性黑暗，灵性黑暗，所以必须要透过圣人来度化。但是这灵主该是离天来，咱也要离天返。所以呢，咱要了愿，这凡夫过去有几十岁、几十千岁、几十百岁，不管你做什么，做畜生、做人道，你拢有经过父母生化、父母恩、兄弟恩、人情恩、供养恩。咱曾经接受过人众生，甲咱供养，接受人甲咱帮忙，接受父母甲咱饲大，接受咱伫咧社会种种该赞的人来甲咱帮助，这叫做供养恩。供养恩爱了，人道就了。供养阮若无了，人道就无了。所以人道爱了，人道爱尽，爱了阮。人道若要尽，无了阮，人道无了尽。了阮了，再来了缘，因为咱拢是离缘来世间的，所以了这个缘。了这个缘变来了，咱找什么缘来，咱就爱去行什么道。咱是立什么愿来下凡？各位道亲，师父直接甲各位讲，佛来世间不都是拢立愿要来度众生，都、就是立这个愿嘛。既然立这个愿，咱都是有使命、有天命，咱必须要来行道救世度众，共修共办，为在上天替天传道，代天宣化，救度一切有缘众生，行弥勒圣道来度众生回归无极，这都是叫做了愿。凡夫爱了恩，圣人爱了缘，所以凡夫要来开归无极离天，必须要了恩。人道爱尽，因为你在这个人间，
你有真济人间恩爱行，父母恩、什么恩拢爱行，师恩爱行，父母恩爱行，兄弟恩、仁义恩爱行。所以恩若无了，你无法度回归，人道不尽，你人生大道。所以咱各位道亲，学道爱人道爱尽，了恩才了缘。你若无了恩，你无法度了缘，所以要了恩了应。行这条路，讲简单嘛简单，讲困难嘛困难。愿意做就简单，无愿意做就真困难。所以拢别讲简单，甲讲困难，拢在咱这点心。你看有的人千里求名师，万里求真法，伊就无感觉困难。但是有的人名师在身边，伊嘛无愿意修，伊就感觉真遥远。所以法。求道求法，困难无困难，拢该在咱这点心，要安那去面对？对这个真道道理有了解无？各位道亲，在太平世界时阵，咱对道理真盲目，因为感觉咱在生活中真富如平安、富贵，甚至于呢，因讲享受一切万物的资源，这就是叫做快乐。但是当这个灾难来时，咱发觉到一切的快乐原来是建立在痛苦的这个顶头。各位道亲，这个冤结，你甲看有钱人会艰苦无？有苦无？无论好也善，拢是苦。这场冤结敢会讲要来修善者人呢？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在这场灾劫了后，是咱来体会到天地万物，该我所用，非我所有。咱爱进入无欲、无我、无心、无情的世界，把咱的心归空，咱才有法度把这个道行好，才有法度把这个道修好。如果咱若无法度把这个道修好，你搁求搁较济法都无用。所以真济人，用这门皈依了换那门。无要紧，如果咱若在皈依这个门了，修了未自在，咱过来皈依其他咱较自在的法门，那么这是可以。但是你的心若是不变，你的心依然是用一种啊，这个走世玩乐的这个心，那么你去行千门万道，到最后你也是无一法可求，无一道可行。咱在找一个下缘的时候。诶，都来修，这是正常。所以，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伊去拜访五十三名名师，最后决定伊要修什么，那么这是正确。所以，修行人要有智慧，选择咱适合修的法门来修。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各位道亲，咱这个道场不过就是有灵体的问题。那么，外口灵山道场真多。但是如果咱也了解这三级佛劫已经来临了，咱未上浪费时间。所以咱要解决咱灵体的问题，解决咱的灵性的使命，来代天行道的问题，或者是有灵光别体的问题，还是有冤亲灵光别体的问题，只有这种有灵媒有在处理这灵体的道场，才有法度来解决咱的问题。当然之下，咱要来如何选择一个？好的道场来修，也是一个好的老师来给咱引导，都非常的重要。真外少真济灵修道场，老师并无明心见性，老师法理不通，老师无天命，老师并无法通好为众生初传。这灵山道场，不管是叫你念佛，啊无就叫你持咒，啊无就是家乡对人拜，拢无属于家己的法。通好修，拢是附和在其他的宗教伫咧修，附和在其他的这个法门伫咧修，无属于家己的法门，无属于家己的净土，更加无属于家己的宗旨。那么圣严宫虽然是一个灵盘的一个道场，但是跟一般灵山道盘无同款，就是咱有咱的法门通好修，咱有名师领天命伫遮传道。咱有开放布政，伫咧，互众生有机会会当来遮
参悟共修共办，在在拢来规划着一个真好的人生的方向、甲道场环境，互咱一个道亲入道门皈依了的时阵，互你会当得道受道，互你会定只共修共办，会当修福田来得智慧，福慧双修。这样好的道场，咱皈依了的时阵，咱都爱用心修持。在修行过程当中，人与人的相处难免有一些修行中的考验。道真，咱都要有决心；天命真，咱都要有坚持；事真，咱都要有了解。在修行过程当中，千万万祖的救助众生的因缘来甲咱考验。搞不好今仔甲你真好的朋友，明仔载搞不好讲一句话来甲你伤着。这就是在给你考验，搞不好今天跟你在这有说有笑的好朋友，明天再来有可能心情坏，看到你没想要跟你说话，也让你有这种感受。在诸因缘变化中，一秒钟一时的一念都有可能产生无常的变化，这个变化中间喜怒哀乐都总有。那么这个喜怒哀乐如果不是你本身，那么也有可能会产生到你的起心动念，来对到这个众生的感觉，来动念动摇到你的心。你这个心如果有善，你对一切因缘，你该会当包容放下。如果你的心若有精、有嫉妒、有恨，或者是有分别，那么你这种因缘之下，你就真容易来产生到。从对立安尼时阵，这点心都来产生破坏力。所以人讲千日打茶一日烧，修十天的功夫，一日无明火起，一切功德林全部烧掉去。所以修行一定要坚持，唔通千日打茶一日烧，唔通修一世人的功课，一日无明都来甲恁破坏掉去。所以这句话要注意听。千日担柴一日烧，就是讲咱一千日伫咧担柴，一日就该烧掉去。即句个意思是讲，咱好不容易苦心很久的时间，结果却无明甲咱考验倒去。修行中什么因缘拢总有，所以咱讲个一日来修一日得，一日修一日成，个人修个人得，咱自己修好开好紧。众生因缘，咱爱随缘自在，卖甲众生计较。因缘自在，咱好缘，咱卖攀缘；歹缘卖计较。咱的内心充满了无争、无欲、无我、无情，自然咱就会当放下这一切。如果你的心有欲，你自然就会比较，你自然就会想法，难免会使你的心产生了动怒。这怒若来的时候，清分就起来。清分来的时候，你这个功德就飞不去。何以功德？功者自性，德者众生。你的自性如果有动怒贪嗔痴，这个功就破功了。所以古早人讲破功，就是你这个心有动怒贪嗔痴，有欲就破功了。但是咱这个心若无贪嗔痴，无欲无妄，这个心清净，这个功就圆满。德就是众生，咱甲众生卖计较平等，安尼这个德就自在，所以功德圆满。功德圆满的心无欲无我无情无心，德者以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平等，功德圆满。这点咱也做得到，这个道咱就修得掉，这个道咱就坚持到最后。所以今日。咱师尊伫遮来甲恁讲即个三宝要义的一寡启示，以及修行的要点，来启示众生在得道修道过程当中，要如何来明理行事，明心见性，会当来利益众生。即句话要注意，照相明理，借相明理，哦，即句话大家要注意一下。
众生修行要借相名利，借什么相名什么利，借一切万物众生的因缘相来悟一切理，来明白一切众生因缘相的缘起性空的这个由来。你在想起的因缘对对来，你在贪的因缘对对来，你跟人争的因缘对对来，你今天烦恼悲哀的因缘对对来，喜怒哀乐的因缘对，喜怒哀乐的因缘对对来，要去给观观因缘对对来，这就是叫做借相名利，借相名利，借一切宇宙万物相因缘来明白一切理，咱才有法度把这个事相看清楚，咱才有法度自在行道，无争无欲，无我无情无心，自然咱就心就会自在。所以伫遮最后一句来甲咱启示，照常名利，这是一个修行人爱去注意的所在。如果你若法度做到照常名利，使咱内心无欲无情无心无我，安尼你这条路就光明就自在，这条路你就好行好修。所以伫遮也很感为咱圣人宫诸位道亲，以及咱 FB 这诸山长老，咱这老前辈老前贤，以及咱这好朋友，今仔日师尊所上的课，如果那恁感觉值得恁的思考，也是你这亲朋好友，搞不好对咱这个课程，那是未排斥，咱大家会当尽量给分享出去。咱 FB 这诸山长老啊，这道友好朋友啊，如果恁若无去向，嘛会当个分享出去，不要紧。啊，这伫这非常感恩大家，伫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晚安。